我这只很吵，扎根。这只是有加命中伤害、移动攻击速度、伤害减免加施展速度。那你看，一般这种死棋，它哪有加命中啊？这边有加命中，你知道吗？这有加命中啊，你知道吗？这只很帅归很帅啊，但练功就没有这只来的效益高啊。那你看像这种，就加物防而已，就没有加别的，这就没加命中了。而且它攻速到 48%， 这才 46% 而已。那你看这个，这种就很一般，有没有？攻击速度才 42， 然后又没有加命中，什么都没有。准备150万钻石试试看有没有弄到紫变啊？那只就很帅了，好不好？这只好不好？对吧？帅，满满的钱的味道。我看一下8591，8591伊瓦石。好可怜哦，法师红变蓝娃13000没人要，150万钻还不一定有紫变哦，靠几率哦。我觉得三个再晚点，你再晚两个礼拜看看，因为现在妖精现在卡了一个问题，就是他们要做武器这件事情，弄得头很大，因为那个小妖精翅膀真的是太贵了，不然我觉得你越晚买你越赚，因为一开始很多人花了20-30万一张红变都没有，然后虽然又买的比较便宜，但是3-4万就有了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就是少等级跟装备。那、啊、如果你晚点买，装备等级都有，你那些你都不用去搞。现在有什么好玩的？不一样啊！照你这样讲，如果你要把自己角色培养到很强很强，你知道那花多少钱吗？对吧？啊，手游这种东西摆就是。你越晚入坑，你再去那个直接花费，它是投资报酬率比较高。那你要想，你现在要杀人进来，从一个从零到开始有的账号，直接慢慢练，然后要抽红变红娃，买装备买礼包，前面礼包他就两周的礼包他就买不到了，对不对？那他这样输人家一大截了。对啊，重点是自己抽不到自己想要的。我这账号，对啊，我这账号还有一个是问题是这个血盟第一位置啊，就是。我也不知道这第一能干嘛啦，反正就是这个血盟贡献很多、喔，然后昨天就有人在搞啊，然后把贡献抽掉30000啊，哈哈哈哈哈！这昨天我的血盟贡献直接少30000，不然我现在应该34-35了。出了，我再打。Let's go！ 我阻你吗？哎、欸，有没有妖精在四楼这边的？缺一缺一，一般频道打加加，妖精。我，你知道吗？这叫什么？有一个红变啊，玫瑰什么什么香啊？在哪？我怎么过不去？这卡，他根本没跳，好不好？哭啊！还没跳啊，红变啊，有一个红变啊，知道吗？他没有打加加哦，很难很难，没有他不能接受哎、欸，他不能接受，我这个妖姬西打喽，妖姬西打组队了，妖姬西打有队伍了，哎呦，我打什么东西？哇哇！我刚刚想说什么？我刚在组队，你知道我在组人，我连人都还没组满，我才三个人，我刚刚直接跳蓝装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是法师穿的吗？不对，是骑士穿的吗？拍照。那我用 VOD 截图呢？没有，我应该是先拍照，然后最后再看比较 VOD， 我先截图这样。一开始我喊的有到的那几个我都会算，哎、欸，不要动啊，我会对照 VOD 哦。OK， 好、啊，大家可以闪了，拍完了。但原来我打王这么痛啊！想骗的被抓到以后就排除吧，肯定啊，我会直接把黑名单啊，诚实一下好不好？都出王了就直接对大家自动自发嘛，反正有保一定分嘛。这件多少？应该不便宜吧？这件有人卖吗？应该有5-6千吧？啊、哦，这只有王会掉啊！我看一下可以做吗？可以做，啊，那可以做就还好啊。这件安定多少？安定4。物防3
所以这样加起来保底是七房啊！第一次看到蓝装在身上，然后跳，他打到蓝装会跳那个、欸、噔。那这件多少？这件是没人卖过啊。那我刚才在想说我要组谁，然后每你知道吗？每个打家家我每个都邀他，然后每个都不能组。哎，你们以后那个打家家记得看一下你们的队伍啊。有时候你就算没有队友在里面，你自己有可能创的队伍，那个我也不能组。对，我不穿这件斗篷，这件我不穿。这件我看一下，君主的威严安定多少？斗篷，君主的威严，这件我要穿的是这件。这件是安定四，不防二，它防少一，可是它加了近距离伤害加一。MP 这个我先不看，体质 DX， 然后这个不知道是精神还是智力，反正我不确定。这两个就还好，然后又加 STR 很重要啊，我会想做这件啦、啊。不然其次才会是五官是六，这样安定就是八。然后我身上这件是七房，三加四。那如果说你拿住房的话，可能就3+5+8就差不多。五官哦，我不确定哎、欸，这重点是这个有加体质加二啊，体加二，体质可以加到什么属性啊？我是不知道啊。体质 HP 回复，药水恢复量。跟药水恢复率，还有最大持有重量，这就加二体质，然后 HP 加50。哦，那他这样加快90血量哎、欸，靠腰好像有点多哎、欸。我看一下这个王会掉吗？啊，哎、欸，这个王好像就斗篷跟蓝布大地斗篷，好像就没了、欸，没啥东西了、欸。大哥，你一来就让你看到打宝画面，这你知道这是我11月3号到现在开服第一天到现在第一件宝物吗？我吃超多，但从来都没有喷在我身上过。哦，你说宙斯六？哎，对，我看一下小剑这边没有哎、欸，小剑这边没有人卖哎、欸，哎，连宙斯六都没有卖哎、欸，靠腰，那这个价格很难定哎、欸。我看一下所有种类斗篷。都还没有骷髅啊，骷髅骑士也没卖掉，一件都没卖过，都没有资讯。不用啦，这个要卖，我怎么可能把它先加三？这个应该先把它锁起来才对吧？我现在斗篷已经是加6的啊，已经是8+8防，所以我就不用换斗篷。没事啊，没事，不用不用不用，这样我还少防御。对，不要不要，点它穿小啊，那个要拿来卖的东西，不要搞不要搞，好不好？我还是要。公归公，私归私，打到东西不要乱搞，该分的就是分，该给大家的就给大家，不要乱碰。然后啊，对，这应该是暗标哦，没意外的话啦。而且你看，我们从开服到现在，奥杜亚吃了几只，他现在才这是第一件哎、欸，就代表前面根本没人吃到，然后有拿到啊。我们之前打根本都没人出过，对，之前几率真的太低了。